马弓手已经就绪了，我是马的弓手，马的弓手，加油！他们已经在前面喽。牵羊，牵羊。你中间有零下去吗？还没。等一下，还没处理完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对。等一下，会看到一个马的弓手，头上戴着一个马头。这是牵羊啊，牵羊啊。哎，牵羊哦。对啊，我们都没有拴绳，对不对？拴绳箱子没有吗？这一开始不是有吗？塞木球，塞木球是九等，哇塞！你可以付二等的就好，二等就好。好，鱼约你下面可以准备挖。要强力二，我想强力三了。正在挖，快挖完，快挖完了。嗯，上面也差不多要放完。要来喽！来喽！中间被牵走了，被牵走了。他们有人在牵马，抢他马，抢他马。喂，马哈基，马骑士，马的骑士，打他打他，碎碎，羊在我们这，羊在我们这。唐炸了，不好意思，唐炸了。哈基唐炸了。我靠！哎，他们没马，他们无马了。无马，快点继续他们无马。啊！没有，哎，团团，你这层比较小一点。对，这层小一点，因为来不及，想说算了，没差。没关系啊，我们还有时间啊。射我，还有时间，我们不是要下去的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再拓宽。有裸体。哎，我的马，我也无马了。你也无马。喂，喂。不要让我下去，拜托！哎，可是你会觉得这样叫渐层吗？云月？哎，左边来喽！左边偷到他们也来喽！羊也来了吗？羊还在中间。OK， 这个人想破坏。喂，哎，附魔台，保护东西！可以吗？不要打去！哎，卡了！我没有盾，再放出来一下红装，我做鹅卵石而已，其实没差啦。相夫，鹅卵石有用啊。东西我来放出来一下，东西全都没了。有人有多的盾牌吗？我看你们父母来，现在再放。哦，有人被悬赏啊！鸡翠，好快，好快。我需要附魔台。好像没了，是被干走了。没有，自己拿走的。自己人干嘛敲起来？你可以把它挖掉，前面都好了。这边吗？哇，它是火焰的！哎呦，还好，我收到一下。羊，哎，那个是我们牵着哈，我们牵着哈。太靠近很可怕哎。对吧？很可怕，我刚吓到了。可以把它运走。先拉走。武器。他们在左侧。哎呦！哎，后面也是敌人，没有盾，只能被打。别。你缺盾就是。对。我一个卡。需要附魔。这是漏出去。哎，中间哦，他们在中间哦。有吗？不知道。哎，缺盾的。哦，是你，谢谢。我刚刚直接射你。哎，家里有人在放红石，不晓得干嘛。想炸掉是不是坏人？哎。哪里啊？要干掉。好像这边血红石还没用完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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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要射？那个蓝色头发火焰剑？对，可是没办法，被射到了。附魔台在谁那？小伙伴们，那个小伙伴们，海带们，看一下身上。九十七升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我看我产生了乱流。中间有一个人，这边没有。中间，这里，你下面叠个方块，它就会堵起来。斜角弄不到。维卡，那维卡，哎，学校可以啊，学校可以吗？哎，摔下去啊，摔下去，那中陷阱摔下去，哎，还是汪汪，你换附魔台，哎，射死，多的时候，这里应该好了吧？不要，不是换的哈，
对，复活了不是换的，而是用钻石。那这卡这卡啊！既然我们没有做成，我们要不要再复第三次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干掉干掉干掉，反正没有高度限制，不是吗？现在现在没有。因为你觉得嘞？里面是疯狂的水流，是不是？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左边很多人，左边人在左边，人在左边。你上去，你上去，我把这层挖掉。喂，左边要帮忙，左边要帮忙。有在打，在打，在打。我给你这个。好。没有，干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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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左边有一个，左边有个偷绕，左边有个偷绕。我们这样削弱。在打，在打，还没有盾，还没有盾。哇，还有火焰的。哎，左边需要帮忙。不要啊！我们只是在。左边有一个附魔钻，附魔钻财钻斧的、欸。有人想上来哦，雨月下面。他快不行，他快不行。下面，下面，下面。哎、欸，我腰不行。拉去啊！拉你死，拉你死！哇，那装备好好啊！我等级都没了。为什么等级没了？被杀掉了。哦，我死掉会没等。想要来游乐园玩。家还 OK 哈。看起来在第三层水幕。好，我们超级水遁，超想附魔，没得附啊！是真的被敲走了吗？应该被干走了。可是我刚刚看我要附人呢，可能吸走又被吸走了。可是刚看到干走的时候，附近都是自己人吗？对啊。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在那里，在这里，海带可以看一看，身上确定都没有。哎哎，好痛！惊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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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惊跳了。哦，有人飞高高，有人飞高高。哎，那个水里都是敌人是吗？对，有上不去，上不去。来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跳，可以跳，可以跳了，可以跳了。我看不到水里的是谁哦，你们自己小心哦。好，哎呦呦，我摔下来，我跳到提升。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。那我们这边就。哇塞，火焰弓真的好好哦。哎，一把。我需要附魔台，有附魔台我就可以附了。没有没有附魔台，没有附魔台，应该是被抢走了，应该被抢走。哎，那个。没有，刚刚有一个说在他那边。哦。那放出来，放出来。刚刚这边先倒一桶，现在这里都变成无限。哎，进跳，进跳，进跳。上不去，上不去！哎，有人上来了，雨月，我上面了，不要，180上去了。我在挖，我在挖石头，危险的建筑工。汤马是偷 carry 的，他知道我在里面挖。carry 讲出来了，哎，我好多火焰弓。对，那火焰弓很可怕。又来又来又来，那是火焰弓的。右边很多，右边很多，右边很多，右边很多。啊啊啊！完了。哇！被射 TP 了，痛痛痛！水盾有敌人，然后水盾里面有敌人，水那边都有敌人哦。第三层高处有人，哇！好多好多，我们巫术有人可以换，可以放。哇！太痛了，我的金子！攻一下，漂亮！哎，火焰弓都要处理掉啊！哎，左侧左侧，现在有一个，右侧没有，右侧有另外一个火焰弓的，两个，他们有两个，这么多人打一个也不算，走走走去中间，走走走，又来一个又来一个，雨月这是你在挖吗？后面没有小火车小火车，好，有附魔台了有附魔台了，有有有，小心哦，你们要看一下那个，有干掉干掉，看一下位置哦。小心，小心人，小心人！看一下其他有没有其他人在挖啊？人来了，有人在挖，不是，有人在我们家。有意思哦，有人偷偷来，不小心。对。哦，看到他们挖的洞了。没撇。哟，那快死了！哎呀，可惜。要冲我！没撇针。那就真的没办法，铁针要。两颗还是三颗钻？对吧？你挖什么？三颗。你挖什么？哎，水！哇，这个弓也太痛了吧！我先赢了 ，no， 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先行了，先行了。啊啊！哎呀，那两剑我就要死了，好疼哦！那两面墙被我挖掉了。好好好。里面哎，
哎、欸，里面有人，里面有人啊、哦！他出来了，好好好，痛痛痛，掰了！结果打不到、嗯，他们现在只要水不见了，然后下面就可以直接通了。好，死掉就没有声音了，好好，他就我们再来一次。喂。你知道好像小雨，睡睡睡，矿工的愤怒，蓝月日，走，那个羊呢？怎么都没看到羊啦？好像羊被埋起来。小雨铁镐，小雨旁边铁镐，羊不见了，哦，羊在他们家了，羊在他们家右侧。经验，是他们哇，是他们的洞，饿死。那这是谁？这不是我们。几顿？要吃到。哎、欸，他们的水还在是不是？水还在，可是他们那好像就一个而已。那个其实好解决。就强力。哎呦，汤姆斯 ，OK。喂，喂，上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汤姆斯，不行了。哇，哎呦，是不是模式我都忘记了？哦，对。对啊，对啊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玩那么开心啊！我都没装备啊。哎呀，双屁屁，应该还有那个地表上应该还有。我们核心上面的水源有人哦。你是铁装都没有吗？没有，就是铁装好像有。嗯，对，我看到有铁装，我的武器，那个十字瓶有。啊痛！哇，那个弓好痛哦。他们的弓真的超痛，一下火焰，两箭几乎就会死亡。嗯，吃个牛排。我们水源开始被清掉了，嗯，什么？上面那个一直不处理掉的话，我们水源会没有。我怎么想办法上？我，那他不痛。他被我打下去。啊！哇，火焰剑怎么每个人武器都这么厉害啊？都附到火焰，超烦的。全部火焰剑。那个在哪？在里面。哎呦哎呦！这个死不到、啊、水这边很多人哦。嗯，哇，这么多人啊，超多人哎、欸！好痛！有水那边好像上面死，都死了、欸。右手边一堆哦，三四只。好、啊，那我去重补一下上面好了。哎呦，好像也不太需要。啊、这好难受。有，上面有掉的很夸张吗？那个水？我们第二层差不多被拆一半，哦，但是还有一层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那还行，还好，盖两层，对，原本要三层的，可恶，被阻止。三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送他，立 ，OK， 走，走，羊在他们家，小心不要再退后了，我再把这里挖掉，嗯。羊被埋起来了。哦，自己来吃。哎呦，怎么旁边有人啊？火焰啊，好烫啊，好烫！哇，又是火焰，烫死了，烫死了！太扯了啊！哎，他快死了！洞，这有个洞，不要把我打到洞里！是的，宝金又没了，没得付了啊！计时，嗯，几乎了。断线进不来，那就没办法，他可能卡卡的。我们自己努力了。我放肉。我们有换巫术吗？巫术很多哎。对啊，好像没有。好像还没。要那个橡木。对。有没有橡木？我有橡木，没石头。我也没石头。可以去挖一下。我睡。他们那个火焰剑超恐怖的，这个就是火焰剑。喂，哎，上面又有人要去水源上了。哦，他们在弄了。睡，干掉。虚弱。好，不要显影都没事。哎，所以那个汪汪你是在那个繁星剑是火焰剑啊？对吧？哎呦。哎呀，没有水！哎呦哎呦，好凶哦，好凶哦，好凶！我想办法把他们的那个水弄掉。好，看天上。我看到。